脂肪填充是否安全？我要肯定的说，它肯定是安全的。这种安全建立在，专业的医生、精确的层次、温柔的注射手法，还有一个就是求美者的心态。最后这点，求美者的心态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注射的量，往往有的时候出现这个注射美容、注射脂肪也好、玻尿酸也好出现问题的话呢，就是说注射的手法暴力注射，它没有分清楚层次啊，打到血管的话，有的时候真的是难免。但是如果说你碰到血管，而且你注射的手法是比较温柔的话，有的时候是其实是可以避免大量的脂肪进入到血管，或者大量的玻尿酸进入血管。少量的这个其实它是安全的，当然原则上肯定是不要进去了。所以说医生的这个操作，一定是注射美容安全的最关键保证。